才翘起，也买卡，注定要四界走撞的。哥，前面有鸟算命哎，看一下。不行，太麻烦念。可是小佩想看啊。你自己想看吧。不是。哦。你这只鸟啊，真灵呢。当然哦，我甲观音妈求足久，甲求到这只的。拢总是阿个贪财。我无钱啦。你这啥意思啊？算命无予人写的哦。不然我来编一个比较特别的魔术给你看。啊？有人要看吗？我想看，我想看，我想看魔术，你这只鸟啊，就我这。所来这个魔术啊，较特殊，怕惊人，爱麻烦大家配合，唔当伤激动，唔当伤惊吓。时间伫我的手头，会使快转，当然，卖使。那阿妹，外交哪变安尼？外交哪变鸟仔啦？这就是你的鸟啊！啊？参照人生同款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这个世间的一切，永远比咱所想的较快。那无去啊？外交嘞？外交变去倒位啊？外交。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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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不记得了吗？来，我现在教你，但是你千万不可以忘记哦，好吗？来，想象你看着他的眼睛，时间的咒语就藏在眼睛里。